爱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毛的候选人刘傲，我的小名叫傲。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重阳节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大家。上课。师傅，别上课了，重阳节都过完了，我们怎么还不去爬山啊？你怎么知道为师今天要说重阳节？哈哈，我还知道重阳节可以赏菊，还有呢，吃重阳糕，还有呢，喝菊花茶。你怎么都知道？那你知道重阳节的意义是什么吗？这个不知道。重阳节又称老人节，尊重老人才是重阳最大的意义。我一定要做一个尊重老人的好孩子。好。师傅，为了孝敬您老人家，我跳段敬老舞给你们看。好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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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